素食店点餐，动手滑一滑就 OK， 就连外送也很方便。跟你核对一下餐点呢，我有两个辣味派对的分享餐。核对餐点，背起包包直奔客户家。但你知道吗？外送不只会收39元外送费，餐点价格和门市的也不同。像黄金 cheese 猪排堡，门市点只要52元，外送价82元，差30块钱。麦香鱼也差了20元，双层牛肉即时堡价差16块，劲辣鸡腿堡差13元。而麦克鸡快餐、黄金虾堡、大麦克、黑牛堡，外送和门市费也分别差了10块钱。是还蛮不合理的，我这样子宁愿就是直接就不要点，干脆点别家算了。哎，重点是还有收外送费。对，就是觉得很不划算。那就到店里面去买啊，就避开这几样。对，就避开而已，就是人家定的规则，那就这样子啊。像麦脆鸡只开放门市单点，外送想吃就要点套餐，但价格也有落差，差了50块。素食店回应，因为外送考量、营运策略跟不同成本架构，加上 App 也会推出专属优惠，产品定价才会和餐厅的有所不同。你好，饮料四分我就可以喝了，谢谢。另一间素食店则是不管外送还是店面餐点，价格都一样，但餐点没有满450元，外送费就是70元，比其他家素食店贵了31块。外送妹妹嘎嘎，在点餐前还是得仔细看清楚。三立新闻刘胜陈佑荣台北报道。